发生事故，抢救中，放送事故，八点就发生事故了。好，可以开了是不是啊？怎么是老师？等一下，我这边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啊！我忘记换那个了，完了算了，今天穿便服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换一下、啊？大家几乎都是啊，换一下、啊哦。哦，我差点又变异类了，等我一下。你一直都是，我不是。哦，好了，好，开台，开台，放松事故，放松事故，放松事故，哎。发生事故了，地上有一个指令方块哦。对啊，那个地板被打爆了。上礼拜出事，这礼拜出事，那個、校长也是，我们这边要放个那个什么神桌之类的。要求平安一下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校长放个乖乖在这里啊。要放乖乖。啊，那开乖，那开也乖，开也乖，开开开开，哦，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了，有没有需要等一下的、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嗯，好啦，等一下啊、哦。好，就是校长要等一下。对。哎呦。名声呢？上课了！上课啦，同学们！耶、yeah! yeah! ！今天有看到旁边有一个奇怪的人在旁边呢、欸，奇怪的人。校长，我这边没有凉亭啊，那个下雨我会秃头啊。我说你秃了，之后再请工程师帮我把那个帐篷加宽哈。工程师，今天呢是我们一年一度，自己只有一次了啊，这一次的迎新晚会啦啊。那相信大家应该都准备了不少的一些小活动可以玩。哎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这边是我们的升旗讲台跟我们的最后的闭幕讲台。那我们是。迎新晚会呢会移驾到另一边去，好，场地已经准备好了，来来跟我走，跟我走 ，go go go， 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快，等一下，走 ，go go go， 拜，我跑比较慢，太慢了，跑太慢了吧？这是我的东西，哎，你可以打我，我不能打你，你又没东西，你又不能打我，打不到人，好凶哦，很快哦，打架了啦，打起来了，选一个位置坐是不是？啊，对，选一个，选位置，选位置。今天呢，这个迎新晚会就在这个场地啦，这个场地也私下稍微请的工人在那边稍微盖一下，看起来没有到非常华丽，还请各位多多包涵啦哈。经历经历，可以。那我们就先来一个校长致辞啦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校长哈吉。校长好。我知道你们看你的脸，大家晒太阳比较辛苦了、哦、那我这边就不多说什么故事的、啊、那我这边大概讲几个小重点，给我半小时就好了。对，太久了，校长，太久了。吃西瓜汁，原来吃西瓜汁。伯伯说的。你搞脸。好，那我这边先讲一下，等一下大家活动的时候呢，大家请尽量不要动我啦。不过如果人动我，我会当没看到啦、哦好，大家注意安全呐、啊！啊，死亡还是要受惩罚。对，没错，我们现在改成要惩罚了哦。对啊，他死掉的话要去楼上缴学费啊，一颗钻石不会太贵。好贵。啊，活动呢不要太刺激，观众可能会受不了啦。哈、哦。啊，车不要开太快啦！哈、哦，今天我们还有来宾，大家还要克制一下哈。那我想问问题，如果是来宾开车怎么办？来宾开车，当然跟车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有人让来宾死掉怎么办？那就是看谁扎他，谁负责付钱啦。谁不掉？不是这样子的人吗？好了，那最后来感谢大家参与这一次的迎新晚会啊！啊，不过呢，怎么了吗？有人开始动手了，有人不要不见了，不要不见了，开始动手了。哎，干嘛？哎，不要不要。
破坏场地，有破坏场地。哦。哦他等下会复原，他等下复原。好了，那我们的迎新晚会呢？应该说是晚会嘛，那是不是应该是在晚上进行呢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希望有人藉由这一次的轻松高效，让大家可以学习到各种人生大道理啦。各种开心大道理。那我们的迎新晚会嘛，少不了要有一点引火嘛。那我们接下来征求一名勇士要来点火，来点燃我们的圣火。勇士点火吗？需要勇士才能点圣火。来宾，来宾，来宾，就决定是你了。你是要牺牲我的性命去点火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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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哎呀，我这边有个木棒哦，我就先点燃圣火。哦，木棒变火，变火把了。麻烦帮我插到那个我们的火柱正中间那个正中间。对，亮吧，已经亮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个障碍排除一下。我刚想说就这样吗？哎，重传一次圣火，等下重传一次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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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次。刚刚预演，刚彩排，预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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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重来，预演，重来，预演，重来啊！预演，重来，预演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，好，好，再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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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点燃圣火，有人说圣火在我手上了，看到了，圣火在我手上了。点燃上火，点燃又点燃喽！点燃了，嗨起来！哇！点燃了，超点燃！超级灵气！没什么用，没用，没用啊！没事没事，我说我死了，是不是校长要付钱啊？哎呦！接下来来到那个活动表演阶段啦，哈。那等一下，我们每个人要有各自有准备一个活动嘛，啊。那这个呢，其实事先没有先讲这个东西。等一下，我们每一个活动会有交由巧克力来评分。居然有评分环节。评分呢，每一个活动大概就是零到十分呐，啊，你得几分就几个钻石，会有交给巧克力来评。哦，哎呦，繁星这个漂亮哦，十分，繁星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内定啊，哎呦。好，他都这样讲了啊、哦，扣子们。你怎么拿？好了，那我是校长嘛，那我就先发个首发，我自己来的有个活动。那我这边的活动准备就是讲笑话三个啦啊、哦。有点耐，我知道。嗯，那我就先讲第一个笑话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对着山洞大喊：“有人在不？”然后山洞里面有声音回答说。呜，然后他就被火车撞死了。嗯，有点黑。可以有笑，可以有人笑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第二个呢啊，是小明，有一天小明去图书馆，小明就说我要一碗牛肉面，那柜台就跟他说先生，这里是图书馆哦。啊，小明就说哦哦好，我要一碗牛肉面。哭啊！哭啊！有人有笑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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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给过这给过。第三个啊，你知道平地的猫都会喵喵叫，那山上的猫嘞？靠，喵的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喵的啦？对啦，为什么会喵的啦？这个嘛，你说原住民吗？而且山上的猫的那个饲料会乘1.3倍吗？好奇怪，怎么可以？怎么这么奇怪？是怎么一点三倍？啊？是什么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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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原住民补助的加分啊！太危险了太危险了！太危险了！好像这样言论不是我讲的，那个不要告我，拜托。好，然后再讲一个有点那个地狱梗的啦，好不好？地狱、有点地狱的啊、哦。你知道《鬼灭》里面呢、啊，谁生病不会好吗？生病不会好，生病不会好，谁啊？对，答案是岩柱，因为空腹不能吃药。好烦的、啊！你真的太烦了！天哪！你干嘛？你吃了？
坑。完了，请把他推，请把校长推进火坑。不要被抓走，请把他推进火坑。有大哥不能忍，大哥不能忍啊！哪都没到，鬼面粉进去那里。完了，完了，危险了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那这样子，巧克力要给几分呢？我觉得给一个公平的。哎，小雨，你觉得几分？我不知道。哇塞，我不能承担重任，我不能承担重任。刚刚我感觉那个小雨都是那个非常的哦，嗯啊，而且第一个、第二个我有听过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喵的啦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第一个跟第二个大家因为听过，大概只有一分，喵的啦有七分，那平均起来我觉得六分。哦，好，六分。好，我先给巧克力钻石，让他去发钻石了啊。哦，是有哦。走，我先去坐坐，有五颗，为什么少一颗？因为最后的地狱梗。留下烧了，烧了，烧了，烧了。可不，可不，这个太坏了。下一位呢，就我就先来点一下了啊。好，第一个我们就有请团团上台。耶。然后繁星刚说这个洞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重新调音一下啊，调音一下。啊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他只要一下，好险，好险，这洞到了，好险，还好。好啊，这个哈，等一下我要来弹的这首歌哈，我相信有一些人应该是不陌生啊。如果知道怎么唱的，也可以大声唱出来啊。零分。好来了啊！哎，我发现来宾好像有点紧张呢。来宾有点害怕啊！啊，等一下，我评估，我预测到了有没有那个零分？等一下你听到就知道了啊！来啦，哎，来三二一啊！西瓜杯，西瓜来研究。我说我坏脾气，唱大发的你。后面不会唱。好热，好热，我觉得我右手边好热哦。呱呱呱！校长脸色是不是不太好？校长脸色铁青哎。我在低头，我在干嘛？啊！不是吗？来了，网络不太好。啊，我相信啊，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很会啊，我相信大家也都唱出来了，耳熟能详吗？太完美了。好了，我的表演啊就这样子啊，我想说让大家就是听一下我们的校歌这样子啊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觉得这校歌让全场振奋，所以二十分。二十分啊！突破天际了，突破天际了！这太完美了，这校长都真的没办法。只要多花点预算。对啊，那个不原本跟我想的完全不同啊，这个实在是太完美了。没有啦，那个来冰啊，你那一首太难了，我没办法。好，那个我收一下我的乐器啊，收一下，收一下。好，乐器收在乐器。来，告示牌，告示牌。好，看我。来，下一位就有请杰克准备。啊，这么快的吗？杰克，当然喽。好，你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复原场地，复原场地。哎，今天要表演的，你知道，通常我们在现实世界中，我们知道都会看到什么劈木板，然后劈石头。我讲，在Minecraft世界中，我们要劈一点不一样的。好。嗯。要不要停？去哪了？来，我们到底是要去哪了？是不是一下子太多了？我们先慢一点，我们先一块，我们先一块劈一块就好。好，来，一块，三二一，等一下，哎，哈哈哈哈哈，劈了吧？等一下，跟我讲不一样，等一下，哈哈哈哈哈。
跟我想的不一样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何处是的？你那是石膏吗？请问？你好歹要听到啊！哎哎哎！哦哦哦！对，全身充满了力量啊！哎、欸，一二三，哦，有了！哇！请问你要怎么上去啊？对，你要怎么上去？哎、欸，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一次劈两个，劈两个啊！预备！哇！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就是这劈羊毛地毯的力量啊！哎、欸，杰克，你有没有那个可以拜师学艺一下？你要学劈羊毛地毯吗？对，你空手道是？我是彩虹带的哦，彩虹带比白带还低的那种。然后就这样子而已。我看你还要扑，把它扑回来。有要 PP 看吗？有没有要试试看的？我来，要看看，好，试看看啊，试看看，来。你真是很像空手道大师兄哎！不用能力，不用能力，不用能力，你要靠自己，出场试看看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什么？一、二、三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对对对，这边团团叫的，咋的？那我可以那个吗？我试看一，好。三哦，厉害！哎，我觉得你比师傅还流畅，是什么？对啊，怎么办？哇，我觉得你很有潜力耶，要不要加入一下？披羊毛地毯色，披羊毛地毯色。那请问我们的巧来宾，你要给几个？我觉得那个一开始啊，那个那个披不掉，有点扣分，有点扣分。嗯，然后后来那个上不去，有点小扣分。然后后来 Bobo 上来，扣了大大的分数。可是我发现精髓是你比较会教人。哦，他最后的那个披的实在是太漂亮了，七分。哦，有，谢谢，厉害。最后的那个流畅度厉害，可以。哎呦我呀！下一位是谁？下一位有请我们的小雨。耶、yeah, ，是我。大家好，哎、欸，我的晚会变白天了。啊，我要先讲解一下哈，我们这个我先放一下道具，这是一个示意图哈、哦，这个今天没有办法把道具直接带来，大家要凭想象力一下。就是呢，我听到有这个晚会表演嘛。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大家新升上来这个就是轻松高效哦。然后我想说我们以前在国中的时候最常学有一项乐器叫做直笛。然后呢对啊我身边没有直笛我就唱那个什么24小时买了一下。然后练了一首就是最近很红的歌啊。哎呦，这首歌一定是大家都知道啊！这首歌很短，大家要仔细听哦。好，嗯，好。我先吸是那个吗？哦，不是，好，没有，别那么多那个。好，我试一下声音哦，大家听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差不多，好，可以，准备好。先让我笑一下，先笑完。不是，我突然觉得好像很荒谬。没事。好，开始啊！你不要笑，会笑出来。好。不要笑了！不要笑了！这样没办法吹啦，等一下。我关麦。别住。嗯，好。结束了，这就是天竺鼠叉叉的歌。好强哦！安慰的，太棒了！我昨天的学习是有用途的。我觉得那个一开始非常完美，那个你的分数呢在排队。好，他们在塞车，他们在塞车。塞车。
有没有一次会超车啊？完美完美，好，完美完美完美，耶，那、yeah, 是、nice。太有趣了，太有趣了，我可以把我的纸笛收起来。真的真的超好笑的，哎呦。那接下来有请那个繁星上场。哦，我在心跳好快哦，各位。我先好，十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没有，先给十分，先给十分，保底十分。好，我来表演冰火五重天。哎呦，啊哦，那既然后面有圣火嘛，那我们就等一下。好。那等一下要帮要请空手道的帮我搜一下哦。好，传递圣火哦。好，好，就这样。跳火圈，笑。跳火圈的印象，跳火圈，就这样子。好烫，好烫，哦，修。那下一次很烫，对不对？很烫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表演冰上芭蕾，怎么表演嘞？看好哦。好。啊啊！观众会晕的，眼睛先闭起来，拜托。一二三。啊！什么？哦，最后这个。好了，我回收一下场地，我头好晕。刚刚有人不小心吃到钻石吗？没有啊！我想说等下还给繁星哎。还来没有，因为我刚刚看的这表演实在是震惊到，不小心把分数都喷出来了。赶紧喷多少啊？他又吐出来了，吐回去了。你身上有几颗？30，你意外的吗？30，太多，先敷衍。好，我拿十，刚刚给的10颗。再给10分，再给10分。好，因为我原本想说给个9分，希望可以救救他，感觉他前面压力很大。想说这个地方到底逼了他些什么？但是看到最后那个呕吐，又觉得啊，不行，这一定给10分满分。啊，谢谢，别玩了，谢谢。啊，白痴，现在有请加油，我来啦！那是这样的，我本来想说啊，就是在这种表演时刻呢，应该都会有空手睡大石的表演。可是我自己睡了一下，我发现，哎，对，我以为你要没有，露出胸肌了，可以怪怪的，我可以告。我要道歉吗？我做什么？我要先道歉起来，爸妈，对不起。那我测试了一下，我发现空手睡大石实在是太花时间了，所以我决定来个就是比较 low 的猜谜，猜谜可以。而且因为我的脑容量没有很大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听过啦。那我就来问大家啊，答对的，我本来想要给奖励，才发现我只有 low。你不是有钻石？你不是有钻石吗？钻石有钻石吗？哇，你有钻石钻呢、欸？你没带吗？可以带啊，你可以开支票，现在可以回去拿。你可以开支票，先让你回去。那，天下无难事，天下无难事。瞬间。你干嘛？那不然呢？那我的奖励就是洗能石跟重置石。好，哎，这可以有加现在，很棒哦，还可以有，还可以有。哦，那可以，那不错。好，那准备好了吧？好了，那这是很low的问题啦。第一题，为什么好学生都容易被绑架呢？好，你说的是地狱梗啊？那没有啊。为什么好学生容易被绑架？为什么？脑筋急转弯。对。为什么呢？
举手，不不，有同学举手。啊，不不，请说耶，发言。我觉得这次是那个海龟汤。哈？他不是说猜谜，猜谜耶，他说猜谜耶，他不是说猜谜啊，你错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来乱的，我来乱，我知道答案，我知道答案，我知道答案，我也知道答案的白痴哦，是不是因为都是长得跟我一样貌美的好学生？错了，打死他！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哇，回头回头！哇，谁敢猜错啊？我没有，他要去缴学费了！缴学费啊！校长没看到，校长没看到，校长没看到。校长没事啦，刚刚那边有啾鸟儿啾啾叫，有人打搅表演者，我们请他出场了。啊，那有没有人要继续猜的？有没有？你可以再讲一次题目吗？为什么好学生都容易被绑架呢？因为他太乖嘛，就是叫他去哪里，他就跟着走。不是，可是有点接近的。这个我以前是真的听过了，想说先让你们猜啦。对，你们先猜，我也知道了，我也知道了，知道，我也知道了，他们猜，知道。好榜样，有对，好榜样，对对对，好榜样，因为好学生也好榜样，哇哦，哇哦，给杰克，啊，那请问你要跟许愿，你要跟湖中女神许愿喜人时还是重置时呢？不要啊，没有，我切到。害怕，喜能。好，你要喜能给你。好，再提，什么车的灯最多？天竺鼠车车。天竺鼠车车。是吗？我要知道答案，可不可以讲啊？这个我也知道。什么车最多灯？让给别人。对对对，先给你们猜。什么车最多灯？我觉得很白痴。车上的东西一定是有谐音，还是？还是他很多灯，很多。哎，我演讲筒算了，给你吧。噔噔噔，什么奖？然后刚刚有人很接近哦，对，刚刚有人讲出很接近的答案了，对，刚刚有一个很接近的，什么？我看好要等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对对对对，是谁答对？是谁答对？阿吉，校长，来吧，烂透了，你想要重置时还是减能时？重置，好，哎，真的。酱油，你也是冷笑话哎、欸，老实说。对啊。那最后一题，我觉得这题也是脑筋急转弯的，大家应该也听过。猴子不喜欢什么线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好像也知道哎。啊？为什么叫我讲？有没有没答过的？这是学生时期的笑话。我呢？为什么没答过？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啊！巧克力，我传纸条给你看。想，我传纸条给你看。用力想，用力想。怎么扯到多线啊？为什么？它是什么什么线？两个字。什么线？三个字。三个字。我传纸条给你，巧克力。可以拿纸条啊！干嘛小抄啊？纸条啊！哎，杰克，我可以拿个纸条，可以拿个纸条。哎，还可以这样的吗？哦，因为懂了吗？你懂吗？你懂吗？懂了吗？不是水平啊，是那个另外一个。哦，有一个平。对，因为平行线没有相交。对。可是你在传纸条，你在传纸条的，不能拿奖励。没有，还没传。他讲我才传的，他可以拿，他可以拿。我刚没有传，我刚没有传。最简单的一定听过的，什么鸭子用两条腿走路？白痴哦！鸭子用两条腿？你什么？你为什么想？你问错答案了啦！啊，什么鸭子用两条腿走路？什么鸭子？完蛋！完全超不走路一样！完了！完了！解谜啊不！啊啊啊！不就是鸭子吗？
白色，白色在那里吗？白色不是啊，等一下，先两只脚长到，想半天白色，掉水里的酱油，人去跳水了，人去跳水。酱油，你要先问米老鼠用两只脚，那什么啊？什么老鼠用两只脚？再次问什么鸭子是用两只脚啦？哦，对啦，啊啊，或者什么？那我就知道了，一个米老鼠，一个长老鸭，对啊，不是长老鸭，是所有的鸭，全部的鸭子都是两只脚走路，对啊，全部的鸭子都是两只脚走路，对啊，突然感觉被旋转了，你那是真理，太过分了，旋转，哎，你们拿到。哎，进攻低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对不起，打不赢，打不赢，打不赢。哎，我真的，我不要跳出来讲一下，我跟我的节目也是猜谜。完了！好运气！完了，撞题了，撞题了！撞题了！后来我在表演别的东西嘛，我空手碎木头。你太久了，你太久了，太久了，分数扣分，分数扣分。自在，自在。下台，下台，还敢碎木头啊？听羊毛社团觉得不开心的、啊，小心一点。我要先颁奖，对呀，颁奖颁奖颁奖，我觉得这个只价值三分，一题给他一分，一题给他一分，一题一分，我很努力耶，对，我知道你的努力，我知道你的努力，就是我身上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些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再加三分。哦，你那个东西不能拿了。抓奸！有一些努力，加三分，加三分，六分，六分，六分。啊！我要去哪里找学费？我走回去。楼上，你要去楼上。楼上，楼上。你走路变那么慢啊？你要不要等一下再去找学费？现在被制裁，你等下再找好了。啊，不见了。我要找学费，我要死了。哎，不笑死！校长是在哪里找学费？便利超商吗？上面啊，上面上面一个好件事，你看一下牌子，找一下，找一下，对，你找一下，你找一下。这里学生有点坑，没有啦，我那个三好学生从不受伤。哦，还是你是个好学生？我是孤的学生，孤学生。哎，有人要杀来宾，有人想杀来宾，对来宾不利，被打的耶。下一位换爸爸，哎，那个就换我了，可不可以换我先？哎，那个猜谜的想先，猜谜的想先，倒数第二了，倒数第二了，压力好大。没有，我第二压力。你赶快查一些不同的谜题好不好？好一点。刚被问走了，赶快查新的。刚刚的有点 low， 刚刚的有点 low。可以，我准备了十五题啦，有没有问题？好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有依照长度，所以去排顺序的，所以波波来。哦，长度啊。那我今天要想要表演的是，你看到这现在这个场景有没有？现在这个火炬这个有没有？那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国家，有没有在那个深蓝的海边，然后有这个萤火。那我们这个看到这个草有没有？嘿。我们是就来点舞蹈了，舞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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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踢石头吗？表演舞蹈舞蹈舞蹈。那我先换一个衣服，我忘记换衣服了。换衣服是不是？我觉得等下我眼睛会不会受伤啊？不会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离开了。快到你家。说没有了，萤火结束了。先帮他把舞台遮起来嘛，我觉得等下会不妙。我快好了。他换装有点久，我换装了。哎，这个很像是那个魔术，那个黑布，一秒换装备呢？对啊，一秒换装备。哎，岩浆流出来，岩浆流出来了！哎，出事了！哦，阿贝，出事了，阿贝。哎，刚好哎，掉了还刚好。等一下，怎么还没消掉？还没消掉。你看这表演，我要那个了，我要去交学费了。还有他去交学费，差点。先让他表演完，先让他表演。表演。没有，不是，老师，这个人妨碍风化啦。
怎么穿成这样？我刚想救你，我刚想救你，但是我手抖到点不了水桶，太好笑了。来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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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喽！然后要配乐，我今天刚音响也坏掉了。来，咿呀哦咿，咿呀哦咿，咿呀哦咿。哎呀！我以为那个跳草裙舞的都可以躲过这件事，我以为闪避够高。我草裙舞差一点呐、啊，等一下我还没跳完呢、啊。我要表演肚皮舞。看你怎么表现。好，看你怎么表演。来喽，这个就是要一点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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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哒。快射他啦！肚皮现在肚皮痛，你们射不射？我要射了。好了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的这是悠悠同学、波波同学的表演到此没了，所以可以给分的是不是？对，可以给分的，可以给分的。你的分数，你的分数是一整桶的岩浆。我已经死了十三次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中了！哎呦呀！我觉得因为你的舞蹈可以躲过箭矢，就可以加分加分了。所以我穿衣服来，这样可以砍你吗？先穿衣服，先穿衣服，好穿了。会冷会冷，穿起来穿起来。那现在剩下两位还没表演吗？已经给过，已经给过。那我们有请阿旺同学上台表演。哇！哦。因为我的也是猜谜，但是呢，因为我这个学期才加入，所以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大家。那我想请问一下校长，想不想要加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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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猜谜，然后想猜对的还要给东西。对对，猜到最后就是分数最多的人，然后校长给奖励。就用你的，就用你的分数给奖励啊！哎，也不错，好像我有希娜，有希娜。好啦，那因为我准备了十五题，所以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，就直接抢答，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怎么抢答？是直接讲吗？还是要冲上去揍阿旺一拳？揍阿旺一拳，揍阿旺一拳，揍阿旺一拳啊！一二三木头人，一二三木头人，不然这个很难分清楚。等下叫我们装备要脱下来，我脱的，半空拳就装了。打得好，就空手。好，那就直接打，就直接打，然后回答了。好，我是后退一点哈。打到死回答，打到不是啊，打到打一拳，打一拳哦，我也太衰了吧！最后尾刀的回答。哎，不是啊，这样我要死十五次哎，告诉我。直接超越了悠悠同学，我赞助你绿宝石。来来，交出来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绿宝石吗？哎，我赞助你21颗绿宝石。哎呀，哎，你的翘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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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的啦，哎，你刚刚被小飞拿走了，被偷出来了，被偷出来了。你为什么要在你背上啊？在你背上啊，大姐。他不是刚刚才喷出来的吗？你是不是偷偷拿了？好，我们有请阿旺继续表演。好，第一题。我没拿。这冷的天气，冰块最想做什么？啊？你在问什么？再次。这么冷的天气，冰块最想做什么？这么冷的天气，冰块想做什么？冰块融化？不是融化。没有，要去抓阿旺才可以。要去揍他一下。你直接揍我，然后就回答。我冲一个冷水澡。啊，错。冲冷水澡。吃刨冰，不是，你拿哪里砍人啊？拿得好哎！我好像听过，是这个吗？退伍？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来讲为什么？因为他兵很久，当兵很久了。好啦，你想要做什么？
他当兵很久了，先退伍。天哪！哈利波特要怎么把饮料变大杯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来来来来，大杯咒。没错。大杯咒，大杯咒啊！大杯咒啊！变大杯的咒语啊！大杯咒。来下一题。韩愈自退之，曹操自孟德，那五百呢？心得。哎呦，你没有，你没有拍啦，你没有拍啦。我校长嘞。啊，都通风险。用特权。下一题 ，Judy 跟谁最不合？啊 ，Judy， 哎，赵Judy。Judy 跟谁不合？Judy 跟谁最不合？谁记得？忘记了，忘记了。什么东西 ？Judy 啥？来猜一句，一句谚语。谚语？什么谚语？一定是什么什么什么 Judy 吧？嗯，说 Judy 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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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不是哦，哎呀，那 Judy 什么什么？我觉得可以。Judy， 为什么啊 ？Judy 不不低。Judy，Cindy， 哎，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这个聊天室宰杀了他，打他好吗？聊天室宰，你看聊天室吗？我觉得你这个算半分好了，好，半分，半分，半分，因为。哦哦，因为 Judy 不去，新的不来啦，旧的不去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你是不是看聊天室啊？那个阿汪以前在海巡署工作吗？不是，我才要讲说，以上这几题是来自于海巡署。哦，海巡署我们世界上播的。啊，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一点了，应该是比较简单了。啊。来来来，请问世界上最小的岛是什么岛？哦，加勒比岛。最小的。我来。来，好，安全岛。没错。哇，韩星是冷笑话大师，很厉害，我都想不到。开明大师哎，我都不懂哎，我的画面都火了。我刚刚在想说什么冰岛。有点强。来，铁锤锤鸡蛋，为什么锤不破？铁锤锤鸡蛋，我好像听过哎，这什么啊？铁锤锤鸡蛋，我锤锤鸡蛋，我这个社会脱节，我都没听过哎，完蛋了。嗯，什么？你喝太少早餐的奶茶了？对啊，喝太少奶茶。没办法，我的早餐就是家里吃的，没办法吃早餐店。我知道了。来，因为铁锤不会破。对，是吗？锤当然不会破啊。等一下，题目再一次，题目再一次。铁锤锤鸡蛋，为什么锤不破？白痴，锤不破，哭啊！哦，为什么锤不破？哦，天哪！哦，铁锤不会破。有来，有点冷，穿个衣服，有点冷。下一题，离婚的起因是什么？啊？离婚的起因？吵架啊？不爱了？来，为什么？结婚了。对，只有结婚才会离婚啊！好，下一题，来用椰子和西瓜打头，哪一个比较痛？你最痛啊！你头最痛吗？我要夹！西瓜啦，你的头啦，太痛了，那是我的头被打破了啦，破了，头破了，长制裁。哎，回味一下，回味一下，哎，你要说那你回味一下吗？回味啊，不是啊。来下一题，什么东西长毛之后就表示成熟了？哎，啊，干嘛？啊，正常。我想猜一下，我想猜一下。好好猜哦，好好猜哦。什么东西？鸭肉饭。鸭肉饭？什么？不是，我都不是鸭肉饭。为什么？好，这题不能吃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不是十四题啦。
好事情啊！太机智了，是不是？好那个啊，好，所以你是什么？什么东西没长齐？怎样？啊，不是啦，没长齐，多长齐？果不是，不是什么东西长毛之后表示成熟了。长毛长成熟，这一定不是正常题目啊！我也觉得不是正常题目，这很正常，它很正常，没有你一定不正常，没有你一定不正常。眼睫毛不是啊，你本哥长大会化妆啊，化妆就长长了啊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哦啊，我知道了，哎，猜哎，小酒窝，哈，小酒窝长睫毛，长睫毛。不是啊，不是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想到一个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可是太正常了，我觉得应该不对。你这样好好说话，先猜嘛，是那个吗？玉米吗？对啊，玉米啦，想死你们这些人啊！玉米啊，不是玉米会长毛。玉米有毛，它里面有须须，有。等一下，正常吗？我也是有毛啊，这么正常吗？超正常的，这太正常了，超乎我想象了。想到我就说太正常了，不可能吧？哎，阿沃这是反套路，他故意的啦。前面超不正常，后面来个正常的，又不要干嘛？这是网恋哦，是啊。来，下一题，来，请问星星有几颗？啊？星星有几颗？我知道，来，星巴克，哎，没错。有八颗，八颗，哦，买起来。来，来，接下来是成语的部分哦，还有成成语题，成语，接下来是猜成语。三只小猪，来两颗蛋做成的信，猜成语。啊，两颗蛋，信誓旦旦，信誓旦旦。谁先的？抢答啦！哦，我是波波啦。啊！你要想我距离比较远的，我不知道。我刚刚看好像是波波比较快啦，波波距离差。对啊，是有距离差啦。那你们两个各一分好了，反正都好。来，一只狗走过了木桥之后就不叫了，猜成语。这可好有印象哦。那是阿呆吧？好像有点。一只狗走过木桥就不会叫。哎呦，阿基，来，他是阿旺，不是成语啦，不是四个字就是成语了。三只阿呆，不是一只狗，我觉得你狗不是在你后面，他很火了。不要，来，哇，你呀，你呀，你不要穿装备啊，小姐，你不要穿装备啊，穿装备啦，敢呢？我没拿剑，我都。他穿装备空拳会死人啊！我会强吗？过目不忘，哎，对，过目不忘，过目不忘，烂呢！哎，他把人家抢走，抢不了啦，就杀了哎！来来来来，下一题，一块变九块，猜成语。啊，一块变九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什么一什么九的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成语里面没有一，成语没有一，这个是。这个是有点灯谜了，猜灯谜。对，一片猜灯谜了。对，一块变九。来，要怎么把一块变成九块？去砸头。哎，四分五裂吗？没错。哦。四分五裂。哦。对。来，下一题：有十只羊，九只蹲在羊圈，一只蹲在猪圈。九只羊，算数学了。九只羊在圈，来，请问有几只脚？没有啦，鸡兔同笼。你说九只羊蹲在九只羊蹲在哪？蹲在羊圈，一只蹲在猪圈。来，四十只脚，不是，四就不算脚了。蹲在羊圈，一只，哦，哎。九阳神功，成语完全不符合。九阳神功，穿九，你不要穿装备啦！小姐，不要穿装备了！穿装备啊！你把它当羊毛盾了，不要这样啊！好，我就回答，回答，阴阳顿挫，没错。哦，阴阳顿挫，阴阳顿挫，这个要抢答的很嚣张。
惨哎、欸！我先回去报，我先回去报。我可以追上我了，王坤追上我了。来，有一个最简单的，这个应该大家都听过。来，有一只熊走过来的成语是什么？有备而来。哦，太难跑了吧！好啦，目前十五题都猜完，分数最高的居然是波波。哇！耶！五分！哇，你五分也好猛哦！那其他人的得分呢？其他人的得分哦，来，酱油两分，繁星三分，哈记三分，团团一分，杰克两分。哦哦。我现在是十三分哦，那个来宾表示，我觉得大家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真的，消费券啊，消费券，消费券，耶，天哪，哇，我们这个任务半小时是不是？刚刚那个活动，差不多，好像有。好像有下一个是由尹月，啊，接下来轮到我啦，我的活动不会在这个场地，这个我的活动呢会在我们整个村庄里面哦，我在校园里面总共放了十个箱子，每个箱子有一个小提示，会指引到下一个箱子。哇，然后每一个箱子里面都有一点小小的奖励，大家记得拿开。找到只拿一颗就好，不要多拿哦。那其他都没有哦。好，拿一颗，只拿一颗，好。然后最后收集完十张的，原本的学生，就是我们第一季的学生，第一个来找我的，就有额外奖励。哦。然后新生只要找完十张来找我，就有额外奖励。就我们有两个新生，有两个新生。主要是要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校园的环境啦啊！好，我第一个提示呢会在我们的集合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讲台的附近。你说刚刚出事的那个吗？刚出事的，出事那边。好了，那大家就出发去寻找吧。有会飞，有会飞。巧克力上次给你，巧克力这次给你。哎呦呦呦呦！耶！我还在那边走。他说什么？在你身上，在你身上。这给你烟火。对，我想说有差事要烟火、哦，谢谢，我要烟火，冲啊！你们要烟火吗？还有，会飞，我烟火没了，谢谢。啊，有了！哦，真的还是这里、哦、啊！我知道了，啊，这我也知道，黑白动物之家，这我知道，红白建筑之中，哎，是在哪里？这里，白建筑之中。哎，你中间怎么有个那个？走进去，走进去。白建筑在哪？这。白建筑在哪？你不知道？啊，不对不对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跟着团团走，跟着团团走。啊，就是跟着我走吗？白建筑上面这样也有遮蔽。哎，对。哦，对。哦。什么？哦，开门不用开门，我还把线前面的线索放在那箱子里，这样可以吗？白动物之家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家是这个吗？这不是你家吧？纯白建筑，纯白建筑，你看一下，怎么已经看到？我看到。然后你在守水色吗？这里面吗？这里面怎么进去啊？守水色应该是繁星吧？应该吧？守水色没有啊？你们想一下，守水色是谁家有？我知道了哦，那我走错路了哎，怎么进去啊？那里面怎么进去啊？没有底下底下，我走错人家了，走错人家了。有一个提示已经那个了，刚刚他们已经有看到了。哦，在这里，在哪里啊？找不到哎，干嘛？在哪里？哎，熊猫馆在哪？不好意思，熊猫馆在哪？我这样找到了。从那个中间，就是要上去中间那边有一个侧门可以进去。啊哦，这边侧门，这边有侧门。小。守水色在哪？守水色，守水色在你在哪？杰克神色的 啊，这里，杰克这边就是为什么？嘿嘿，我要破门了，我找不到门，我要破门了。哇，这么凶，这里啊，有门呐，找不到，真的找不到。我是哪座？湖中女神之中，湖中女神是卡关的吗？我找不到下去的门啊！等一下，我刚刚拿到别人的纸条，我想说我走两个三号了。这里有白痴哦。
水色，水色在哪？要拿纸哦，一定要拿纸哦，我没拿纸，看看就好了。我这里要拿纸哦，要拿纸哦。他说纸张才可以兑换的东西哦。哦，那我要回去。他怎么不是那一格？所以在找湖中女神。这个湖中女神的在是哪一箱啊？不是这一箱哎、欸，这箱啊，也是上面那一箱啊。九啊，不是有人找完跑走了啊？这一箱吗？哎，不是啊，这是空的。湖中女神不在房子里面。哦，我找到，我找到，我找到了。啊你找到了？只有钻石。在那个奇怪圣诞树那边，在奇怪圣诞树那边。哎、欸，好好说话，奇怪圣诞树。奇怪圣诞树。我找不到手水手色，那我家、啊、在什么？你家？那不是你家，那不是你家，找不到哦。手水色手水色是我家，在对杰克家旁边、哦，旁边哦。我在走那个蜘蛛网，杰克怎么把那个蜘蛛那个湖中女神在哪裡？我还没找到。哎、欸，湖中女神在奇怪圣诞树的水里，我没看到哦，这个吗？我这边哦。所以这里、啊，我想说奇怪了，错了，商人交易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雨月没有一号吗？一号纸有。我刚刚走错地方看到了。你要绕，你要把全部都收集完，它是一个循环的一个指示。哦，所以是哦。刚开始是一吗？啊、不是，刚开始不是一，最后才是一。刚开始是哦，最后才是哦，白痴。好好好。还有纸我找到了湖中女神这边。来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湖中女神，高校通哦，高校通道走，我觉得是雨月家、啊、哦，有可能是雨月家。想去看一下，等等要去上大夜班。商人交易所不是那个吗？那边，这不是，这不是、欸。埋在之下下面吗？哦，这好酷哦，好玩。不是，我觉得这里会有个大地游戏哦。我变鸡了哦，这里巧克力，我找到了，哪里哪里，在哪里啊？通道就在你们刚猜的那个人的家里。高校通信啊，不是地理下来就只有我家跟你的家而已。我嘞，没有啊，你家是在算地表啊。啊哦，你拿错的好多了。反星去哪了？我在你的家高校通道之中。居然偷藏在哪里？我拿到了，知道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那个刚刚白色建筑下面有个那个地下室，它应该有个地下室可以走啦。哎呦，你们也在找通道哦，所以你们在这里好。好，通道走好慢哦。这里通道，这个吗？哦，这里这个地下密这太深了吧？是小雨啦！我靠，地下蜂蜜之中，蜂蜜之中就找他家。家啊，在我家。我家应该是在这边。我就在里面了、啊，这个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我下来了。我这个好、哦，我找完了。你要赶快交给雨月啊！我来了，我了交给雨月。啊，放进来。哎、一，要照顺序吗？二三四五六在洋牛之家，七八九，我要抢，我要抢掉，来不及了，换完啦！哦，我也刚好结束，我要放进去了，不管了，我也放进去了。高效，找到就找不到，我是我放完了，然后又收起来了。还有一号一张，最后就是一号，最后是一号，最后是一号在，最后是一号。完了，我不知道羊在哪里。完了，我也要来放了。啊，是巧克力没有 OP， 所以开不起来。哦 ，OP 巧克力。有了，我也收集完了。欸、所以是收集好是放在这吗？对，收集进来，收放进来。哦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这是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？现在上面有我的。放了。巧克力学姐，少一个湖中女神，谁的湖中女神？好，我都全放进去了。我都全放了。那哎、欸，雨月，我找下面那排哦、喔，我放下面那排哦、喔。哎、啊欸，有人找那酱油吧，酱油少了吧？我刚刚没找啊，为什么怎么没有二？九十，这是巧克力啊，没有。哦，我那怎么没拿？哦，可恶。对，白所以巧克力找一张湖中女神。二十九台的，那个奖牌，那个这是谁的？这些这都我的。下面是叫团团的，对 ，L 型是我的。月月，我的好了，我是最上面那一排。啊。我是最下面那盘了，有没有？你找到现在找到哪一个？我已经不知道了。
他看这个顺序啊，到哪一个？这个上面 L 型是我，我是想要一二三四五六的啊。来来来，我有二三四五六。你就看你缺的，你看前一个数字是多少，然后去找啊。谁又丢了一张湖中女神？湖中女神还是少一张哎、欸。哦，都拿走人家的湖中女神。没有，你知道刚有人就是把其他的票放在其他箱里面。有了有了，湖中女神有了。谁把项目树叶丢进来啦？八九十，营业这边这个，是我的。哦哟，你嗯，哎、欸，不能掉杆，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呢、啊，还有一个人呢、啊，还有阿旺还在找不是吗？对，我还在找阿旺，我还可以找很久。阿旺，你现在在第九了，你现在需要协助的。来，我在找，这是几？为什么多个交易所啊？商人交易所在哪？商人交易所在，你找一个看哪一个很像那个啊，就平常小王小八，你们太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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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，啊，这你的钓会钓出一个墨鱼，啊，对啊，这边是我设计的指令啊，对啊，就是会钓出水中生物，有可能会钓出嘿精彩的，巧克力，哎，你钓错地方了，来来来，这里我们要去另外一边，我们的鱼池不在这边，我的泳池，我的鱼池，来，鱼池，我的泳池，这个，这是钓鱼池，这边有 buff， 这边有额外 buff， 哦，这边很好钓，最好钓的，快，你有没有看到你旁边那个马跟羊驼都是掉出来的？哇，有没有？耶，厉害！有没有紧的？好多鱼。等阿汪吧，要钓鱼。阿汪找完了没？还没。阿汪在哪里？阿汪缺什么？去玩嘚嘚嘚嘚嘚。我在小八玩了吧？坟场之下，在哦，慢慢找一下。哦，坟场那个波波家。波波家是什么家？他往下，他要往下走，要往下走。守墓人，叫我搬家。哎，他记在墓里面。你有办法写指令是什么都钓得到吗？可以啊。那你要不要就直接用个地图还是什么的这样子？然后直接全部都用钓鱼的，是不是？对吧？就是个空岛生存，有吗？都用钓的。钓鱼生存，钓鱼生存，都用钓。我觉得每钓一个东西都好累啊，你要钓一个方块，好累，好累。还有一个素描累爆，是不是有人忘记拿奖励啊？每个箱子里面都有一颗钻石可以拿哦。我家有两颗哎，我拿一颗，我有拿，我有，就是还没拿完的吧？或是我？我都拿。我想说，有些箱子里面，有些箱子里面纸条剩一张是对的，然后箱钻石剩三颗，钻石剩，我看没有纸条，然后你还多一颗，大家都被钻石污染了。对，这下面。太白痴了吧！哦、大家都找纸条找太快了。对，我可以来跟你介绍一下迷路的心声。哎，上面去上面。哦，你要大家去看那个是不是？搞笑通道。大家去看那个，大家去看那个。对，这边我们的抽奖区。后面，这边可以抽奖区。左边，左边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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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。不是我，我刚刚看不到你回猜想问题。这边你可以啊，对，这我上面可以累积的奖励钻石的。那你上面可以直接，你身上的钻石可以你自己随心直接利用，没关系。那就直接可以买个两张，买两张。今天可以买了吗？哦，这可以买了，可以买了。九号，哎，你买走我九号。你知道九号会连庄哦，很可怕。我没有钻石，我要去七号。就藏这么隐秘啊！啊，来个六号，来来，这，我的六号，哇，一张彩券蛮贵的呢，中介满，他一张多少钱？我忘记了，十五，一张十五块，十五块，买两张，就我们大家都也是只能买两张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陆鱼中介使者僵尸碎啦，这里就是我家，我也要来买中介使者，我刚刚经过这里，我刚刚怕把门打开，怕飞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在里面的。哎呦！我要啊，对，现在宠物可以买了哦。可以买宠物了。地下洋油宠物好贵。地下砖呐，好像是砖吧？砖吧，那就只给巧克力的羊啊，直接免费买了啊。啊！校长需要神怪，需要什么？神怪？
我们那个活动完结束才会升怪。哦，大家是操作在阿旺手上。阿旺，我需要升怪了，怪了，我怪他家找完了。carry 我。对对对，耶！翻新家。哦，小新家有了，耶，走了。你有一个回复哎，我好棒哦。那这边哎，为什么那羊在这里？那我在看，拍谁？我在看啊。怎么没有青金石？好，有领取奖励。直接放进来，放进来，放进来，放进来。我下六七八九十，耶耶，对呀，可以啦，彩券了。好，大家买阿旺买完彩券之后，大家可以回来那个就坐啊。好，买彩券。哎呀，我缺点钱啊。缺点钱，他还要去，还交钱啊？你没钱啊？你要想，你要想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按 L， 你们看到有进度，有一个轻松高效天赋那边哈，大家可以先稍微看一下啦啊。哦，有有哎，对对对，酷哦！这个之后才，这个还没开放，之后才可以点，大概看一下哦。还有天赋的部分。哎，大家回来坐，回来坐啊！哦，好。坐哪里？外面，外面，外面，外面。好，哇，这是第三天的晚上了吗？三天的晚上了，第四了吧？第四哦，摸满会很久。哦，办四天，他还火烧，是烧超久哎，他火火是很会烧嘞，就很会烧呢。对啊，不会是圣火嘞？还有一个人，我买个彩票。好好，好了。好，那大家活动玩的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，评分，有趣，很有趣，评分，愉悦评分还没评分，觉得这活动很好玩，十分，还可以四处跑跑，耶，羊耶，羊咩咩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啊，我怕大家玩的没有尽兴嘛哈，那你知道说到迎新晚会，那当然少不了夜游了啊，夜教。对，我们等一下会来去夜游一下。夜游，那旁边看到我们旁边有墓园，对，起身起身，哎呀，哎呀，到墓园入口，墓园入口，哦，到入口是不是啊？这样你要穿那个恐怖材质哦，先不要进入墓园啊，先不要进去嘛，先不要进去，好好好，好，绕出来了，有人从里面跑出来，我从里面走出来，好可怕哦。哦哦，夜游时间哦，夜游，谁打我？埋被草地之哦，草锄头，锄头哦，我这没有锄头啊，我有我有锄头吗？我没有宝藏，完蛋了，赶快去，我没锄头啊，会发吗？啊，没有啊，自己带回去拿，自己回去拿啊，好啊，我拿这个，不进去内挖了吗？锄头不是铲子，是锄头。这里这边这边这边有，哦有呢。对对，现在可以进去挖了，进去挖了，保证你今天开始挖到了。哦，已经开始挖了，我已经开挖了，我狂挖好快。哇，还挖哎？右键就好了吗？哎，应该是右地板，右键右键右键就可以了。看到看到哦，有宝有宝，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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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超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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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好多，这里好多，这里好多，抢哦，抢哦，抢宝啊！啊，抢宝！我是被吸走啊！我没有挖到这个，杰克，你走太快了，你犯规！杰克，你速度那么慢，我知道他圈地，圈地哦！天哪，是三个宝，是三个宝，哎，三个，两个，是两个，是两个。家里很远的很难破哎，那是不是很快啊？啊，走！哇塞！哇，结束了！哇，结束了！好快！你怎么那么快？好说。哎哎，我说真的，我回家一趟回来，宝藏全没了。我挖到零颗哎，到底是哇？是什么？对，被人家吸走了。
我刚刚吸了蛮多巧克力挖的啦，我十九个。太扯了，yeah. 太强了，没有参与到。刚刚这里面有很多鬼啊，你会吓到啊，你别别那个，可怕的。被抢鬼，给你们喝，给你们喝。我刚刚想说，我要回家拿来手，我看到宝藏，哔，全部都被挖光了。所以，酱油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没回家吗？我就直接做个木锄头就进去了，真的比较快啊。直接弄你知道其实可以不用挖，你只要跟着别人。哎，尖头巨人是不是？你有巨人是不是？不是，尖头巨人，尖头巨人，北方，北方在哪里？太大只了，好大只，它会动哎，它会动哎，快动一点，快哦！挖掉，挖掉，挖掉！我帮你，我最后挖，挖超快！帮你啦，帮你啦！你们挖太快了，你们的脚步速度太快了，我们大家都加速过了，效率六，效率七了嘛？对啊，他都这样要求了，我们要帮他开路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好像你走错了，塞车太快了，跑跑有点太快了。我直接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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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钱，掉钱，掉钱，掉钱！哇，天哪，掉钱！掉钱！哎哎哎！有钱，有钱，有钱！有人在开门！哎，包包，包包，不是我，哎，有人翻地上去，不是我，哎，底下去的，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可以吧？挤下去，有人挤下去，挤比较快啊！有人挤下去了啦！挤下去快啊！啊，我出来了！太夸张了吧！我一刻都没想到，我是挤下去了！哦，被叔叔离开了，这是什么八哥？哈哈哈哈哈！被拉卡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想看第二集。团团还被波波杀了，对啊！你看我的剑，你看我的剑。刚刚等下，刚刚谁的剑是燃烧了？给我出来！我没有，哎，等下，波波你的剑就燃烧了啊！燃烧，你有啊？重点是团团就是死在波波的手下。对啊，我没燃烧哎啊！你有啊？你在混乱灰啊？我跟你讲，这种时候哈，就知道了到底人性是怎么样的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法院。我们今天有那个来宾可以当那个。要需要按铃吗？需要按铃吗？需要按铃吗？你要按服务铃吗？哎，我有服务铃哦。你不要按错，你不要按错。哈哈哈哈我有赔钱，我有赔钱，然后又感受到我的诚意嘛。所以我们是和解了，好了，我们和解，我们和解，私下和解，好和解了。你有没有第二集？第二个羊又跑到天上了。对啊，那个未知 bug， 这个我就你们可能要上去，然后把它接下来。外星人把它接下来，外星羊哎，被外星人吸走了，是主人自己上去接下来。上面跟我残躯来来，给你材料，给你材料接。就是你把它稍微就带它下来。接到外星羊的力量。这个羊杀人了，这羊那么毒啊！哎呦，巧克力这边要缴学费，缴学费，那边缴学费，旁边按那个缴纳学费，缴学费，缴学费，你要丢石头给我了，刚刚的啦，哎呦。他处理了，你知道做的丢脸了，来了好啦，接着活动，大家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。想不想要活动啊？还想，那么紧急状况又有了，巨人吗？紧急了，紧急了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！玛利亚之墙又被打破了啦！玛利亚之墙！哎呀，玛利亚之墙哦！哦哟，玛利亚之墙哦！你怎么一踩到我啊？我没有烟火了。自己做，自己做。准备烟火哦！对，我要准备了。那个神棍旁边有那个库利帕塔，有库利帕塔。哦，好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用你没关系，你去下面捡。对耶，你好像有道理耶。对，快准备好东西哟。
准备好了。啊、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怎么在等啊？没有啊，我现在那边等啊。等一下，在哪里？是在哪里？这边，这边等，这边等。各处都有，各处都有。城堡那个城内也会有。对。那等一下砍他的后颈，你会看到一块的哟。看到一块绿绿的，绿绿的，就是他的弱点。你要把它斩。弓箭是射不到了啊，那叠的慢慢砍很难砍啊，最好是用飞的飞过去砍啊。那个角度真的不好砍。对，對超难砍。哎呦，这个立体机动装置，大家训练兵自己想办法啊。哎呀，这是七星种，这是七星种，我看到七星种，对，他背后是有绿绿的，他后颈有绿绿的。打架，来了，来了，我在差不多，哎，好多只哦。哎、欸，砍一刀没死。我看到那个绿绿的弱点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怎么砍一刀没死啊？對對對對他变强了。他两只强了。哇，太强了！哦啊，没砍到。啊，砍什么东西呢？我真的不会砍哎、欸，这个。所以我们要慢慢来。我没烟火呀。我砍到一只。砍掉一只。干掉一只。我没有钻石。哎、欸，我砍他后颈也可以算我今天的每日任务，好爽哦！他僵尸吗？啊，算僵尸哦，史莱姆，史莱姆，好史莱姆哦，赞哦！我看我今天有没有办法达成每日任务，就知道有没有砍到十只了。我看到一只倒下哎、欸，砍两下哎、欸，对，他要砍两下，变强了。骑行种吗？嗯，有些骑行种比较强嘛。啊！没砍到啊！哎呀，没砍到！哎，这也砍不到。有了，四只了！哎呀，有了三只，好准备！哎呀，我不知道几个啦。哎呀，可是好像被吸走了，算了。那个是我打的，没有啊，我这边是杀死史莱姆三呢，我刚二变三呢，是我。还是骗。哎呀，骗！我以为我能砍到吧？我想我跟你同时上去。我知道，这只好难打哦。没砍到，嘿，你只超难砍，混子啊，嘿，哎呦，我砍了一枪没死，有了，哎呦，哇，是你砍的，嗯，超难砍，我给你，哦，接近队友卡一下，可恶，嗯，转一下再过去比较好，你砍的到位好强啊，汪，我隐约超会砍，没砍到，啊，没砍到，哇，你推到巨人哎，对啊，我推到巨人，哦，你这把击杀了，啊，没砍到。拜托李维呢？嗯，要不要叫我桃园李维？基努李维。桃园李维。啊！掉地板。混子，没看到。没看到。喂喂，哎，这样子也看不到。哎，他发绿烟，有一个发绿烟。哎，我打。好。谁发绿烟？我打的。我打的。有绿烟，下面。被抢走了这些人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吧，好像没了，好像打完了。哦，结束了，拯救了，拯救了，水到连中。可恶，少三只，可恶！你要接每日是不是？音乐，我每日还差三只。哎呀，那今天的这个迎新活动就到这边啦，大家接下来就自由活动。太好笑了吧！熄火，熄火，熄火，要收拾啦！哇，哎，你怎么打小雨啊？等一下，巧克力，我们的蜜蜂全部跑出来了，叮巧克力啊！什么？完了！蜜蜂，哪里的蜜蜂啊？哈基家的蜜蜂啊！你抢的是好多啊，不是我家的。很不红眼，哎，巧克力，这个你要躲到水里，你要躲到水里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你不全部冲出来，那个蜜蜂出来了，直接冲出来，好怒啊！请问这是王国之战吗？啊，我见面战了，讲错，哎，有一个要打他，对，要打他，他怎么盯你啊？他真的到像牛像鹅也是，他碰到水他自己会死掉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他碰到水会受伤。你他们到水里，他到水里，有只蜜蜂发绿烟，
呼吸不了，不是巴力，他中毒啦，巧克力中毒啊，他中毒啦，不要骗你。哇，他们有一些快气完了，有些快气完了。对，有些要打他了，那是酱油的问题，酱油的问题。想不出哦，还好看着水你待很久。小影快看，小影快看，你看上面那只、啊，那只在旋转哎、欸。那它卡住了。可爱啊、喔！有好可爱。这是他自己房子的装饰品之一了。在那边转，在那边转了。两只回不去，两只回不去了。蜜蜂两只回不去了，两只回不去了。为什么在这里？为什么？上面也卡一只。他进去把人家的家打掉啦。完全没有逃命哎。第一个，他有在追酱油，酱油没有，哎、欸，蜂窝被打掉了，为什么出现摸头啊？等一下啦，蜜蜂跑出来了，我就走过来而已，怪怪的哦。旋转哦，旋转蜜蜂不见了，旋转蜜蜂回家了啦。然后大家可以上来各自检查自己的每日任务喽。好，不要打中介门。我要打中介石，我还没看你，我去看你。中介石怎么没场？我可以去修妆。巧克力应该有任务，这边这边。哎、啊，你们是要接这个每日任务，或者是旁边那个墙壁上的，你也可以点，可以直接说你要接什么任务这样子。哦，点就可以了，点了就可以。然后当然是自己完成之后，自己再跟我汇报，然后再给你、给你奖励。盖十个感应十次，哇天哪！我看错了，我看错了。我还要去打那个赤足兽哎！我天啊，赤足兽怎么打啊？我就凋零，然后射箭就好了。他会在哪呀？500到500。龙岩史莱姆森怪，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。龙岩史莱姆森怪专属东西。我拿一下弓箭。就是那个朱布林堡垒里面的那个嘛。好，龙岩史莱姆森怪专啊。有，在那个朱布林那个哦，那个没差，那个你去那个环境就一大堆龙岩史莱姆了呢。那他是要看到那个哦，看到神怪呀呀，敲掉了。啊，杰克在解这个、啊，1、2、3，还太早。我要玩这个，我要玩这个，我也来接。再玩一次，1人1次。上面吧，小玉，我来了，小玉，我在门口。你自己试一下，很团可以借过吗？现在是在251，飞500到550太高，1000，你要自己感觉起来。我要接这个，哦，鹅卵石半砖，接美日，鹅卵石半砖很丑哎，耶，嗨。700去了，我太久了，太久了。那我再一次，好好好，你说 sense 啊，来啊，走，冲啊，冲啊！那我要来，我要生完自动会给有500、508，508，太快了！我要看你在干嘛？我在让他生呢。哎呦，繁殖不错不错，508，任务没任务 ，OK。有了，下面耶，敲掉吗？敲掉，敲掉，是这样子。哎，等一下，没事啊，不要按，不要按，不要按。没事，它是哈密瓜，可爱。哎，我想住在，谢谢小雨，好，我想住在山洞里，怎么就变成要住在山洞里啊？副本入口。啊，副本是就是我们会打那种飞行的东西，都会掉一些光碟。那光碟片这边就是你看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些介绍，就是说怪物会调整它的攻击啊、速度啊、生命之类的。哦、你可以制定你的副本难度这样子进去打。嗯，好狂啊！难度越难，奖励越好。对，可以大家来挑战看看啊。啊对，那我先去打那个好了，先去打唱片。我要打凋零骷髅啊，又要等好久。那不会啊，他好知道的哎、欸。波波，你家在哪、啊？我还没有家，你要干嘛？你还没家、啊，你要可怜、啊。还没有家、啊，不家可归。刚进来第二次。我要去打苦泡泡。苦泡泡，苦泡泡有那个强化书。嗯。哦。叶妹。有人有南瓜吗？音乐家，加油！你家采个几个？杰克，叫弄进去来。
对，我想要解那个任务。那你哇，非常远，我、啊、烧起来了。巧克力的财富剩多少？我还有49。哦，你可以那个超商买的那个随机的抽武器或抽装备。你手上联动套自己想要抽太久了吧？然后抽完之后，这边可以鉴定潜能，潜能鉴定。哪里？这边潜能鉴定，鉴定就是你把它放进去，直接按那个确认鉴定，它就会有一些属性那样子。嗯，哇，哦，哇哦。酷欸，为什么还有人用没有鉴定的东西啊？哦，我发财了！谁看我？谁看我？刚那个啦，有那个故宫有那个附魔宫的，哇，火焰附魔宫哦，对，火焰附魔宫，哇，这么凶，也烧起来了。你在打副本哦？没有，我们在打那个，在打我们的坟墓下面打怪。我在打唱片，没有半个唱片，啊嘿，快点，可以看你能多打几个副本。好好赞哦！捡人是到底是干嘛的、啊？捡属性？你可以那个啊，弄你的属性啊。有人要打渡鱼的啦？没有，没有哈、嗯啊，没有。我要打中介门，打五只。我是要打中介门，我放心。我下面好像有人要打凋零的，可以来我这边。哦。凋零的。耶、yeah. 啊。好，等我等下再过去，我先打别的。巧克力可以自由 TP 没关系。不错，很好。可以自由 TP。OK， 就是你要念咒语，你要念个咒语，或者喊话之类，或者唱个歌。你觉得 OK 的就可以了。打我啦！我打怪啊！我这里很黑，我没看清楚哦。打到你要讲啊！我讲了。蹦！啊，有那个唱片，嗯、排队等他下来。啊，你先稳啊 ，biu biu。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要打好一些唱片，扫地机器人的副本。他们只是扫地机器人。气的。可是不是要刷吗？现在不是没那个？没了、啊那個，没有了吧？没唱片了，要刷一个。故宫，故宫，故宫。你打到我了，真太黑了哦。太黑了，你这样就燃烧，我就看得出你了。让直接让你成为火把，闪亮的一颗星，移动的火把。哎，巧克力是用心良苦哎，先让你燃烧是为了打多打到你，太善良了吧？太棒了！多打到你哦，那这样我很懂哦。对啊，这样很懂哦。哎呀，棒哦，瑞凡！你怎么有那个小绵羊？喵喵喵吗？宠物可以干嘛呀？那、啊、上面不是有解吗？可以看得到，是我解啊，他可以帮我每个效果。他说什么保证金啊？每个都不一样，你是不是看某几行啊？你眼中只有钱吗？叫我就是那种看到装备就是哎、欸、这是什么，然后明明上面全部是中文的不看。对，他不是写英文，他是想用听的听解释，他不想看。别我解释啊！哎，他发动技能了，他发动技能了。哎，我不解释哦，他们可以都不讲话，直到十点吗？那你要 hold 得住哦。那你要一个人给你 hold 得住哦。我就唱歌吗、啊？我想到了，哎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想到了，你去一个人的频道，有没有？啊，那听我解释完，我唱首歌，谢谢大家。哥哥爸爸的，哎、欸，他是把我用走啦，干！啊、我不要生气了，太凶了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很凶哎！怎么了？凶哥，自言自语。那哥哥，哥哥爸爸的，他没有阻止你，他是在骂人的，好可怕！我可以自己讲话，然后骂一句，然后你这突然都讲话了，所以我还在这吗？什么怎么办啊？你在讲什么、啊？没有人把你赶走，你怕刚刚你他以为是第一次被移走了，所以要自己讲讲。对啊，不是，对啊，可是问题是我没移啊，没有人移你啊，没有人移你好吗？你是不是被虐了？我本来下来就想接受，没关系，你们还是听我唱完吧。然后你们最讨厌讲话了。啊、不是啊，你说我们不理你啊，然后又说。我刚刚本来想讲说，哎、欸，好，你走来看啊，算了，你们还是听我唱完吧，那我就听到你们的声音了。
没有，可能要你可能要做一下。我家有吗？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啊？你上次不是在那边牵熊猫？那好久以前的坦克啊！你说酸神哦？酸神我有很多史莱姆球啊。是没错啊，这个叶妹有叶妹有叶妹有，有人要打叶妹了，叶妹了，有了有来了来了来了，叶妹玩叶妹，没，我这样攻那都不下来，团你要打这个吗？对啊，里面有，可以把站起来，可以把站起来，好，这个这个是前人遗留下来的免费的哦，好，你后面你还有那个吗？那边无限的附魔书吗？哦、我都丢给团团了，你要自己去我那个里面找吧。哦，你现在都自助式就对了。好啊啊，母推麦推，母推麦推，谢谢团团，谢谢团团，冷静，我错了。谢谢团团，摸一下，不要，要打叶墨哎，哎，叶妹怎么没了？叶妹没了，叶妹怎么没了？打完了，打完了，太快了吧？巧克力的三个任务是什么？三个任务，你说每日哦，叶、就是、妹、布布林跟凋零骷髅。哦，我找啊，凋零骷髅，我刚回来啊，没关系，让我过去。我换一把了。布布，你来这是谁家？你为什么乱去别人家？哦，我刚刚经过他的同意啊。谁？我都没听你讲话哎、欸。谁？谁？哦，谁？哦哦，你说自助式的这件事情？自助式，自助式，对呀。吓死我了！啊，我要等史莱姆了。我也缺史莱姆，我们两个都是不是一样啊？对啊，我跑起来。哇，我是终结使者吗？我没有终结使者，我是僵尸。哦，那差一点点。史莱姆，史莱姆，史莱姆。我只记得这个史莱姆好像要等蛮久的。就白天的话会比较难等啊。哎，这上面飞是谁啊？我差点射你耶！我啦，你干嘛啦？没有毛病啊！我在找小雨家，我看不出哪一个他家。我在地底下啦。我刚刚你完全都是叶妹啦，这要射手哎，好像是人呢。不射爆你哦！太神了！抱歉，大哥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听我解释啦！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我不听我解释啦！不要冲动，冲动是魔鬼。你可以许愿池许愿啊，你可以去许愿池许愿。他要推销你啊！等一下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来宾都要推销你，也是很夸张。哎，许愿池啦，许愿池许愿，你去哪了呀？哎，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哎，不要，大哥，等一下，我们是。我们是文明人，我们动手不动手，好吗？动手不动手，动手不动手啊！你刚刚的做的只能用口水淹死我，其他都不行。Oh my god！ 你只能攻杀匪。哎，阿水有人掉到大池里了，刚吓死，吓死了，震惊了，没办法。来啦，什么无踪女神？你可以许愿啊！你要不要随便砍死我？你要许直接对你许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湖中女神在这兒，你看到这里了吧？你看到这里有那个美丽的喷水池，好冷哦！你走太快，有看到看到看到。你看，这里是可以许愿的美丽喷水池哦！你看到那些鱼了吗？他们看到你来兴高采烈。你 是想要 TNT？ 我可以，我可以帮你做。然后攻杀匪。你想要 TNT 吗？可以帮你做。对，对，你可以许愿。可是不一定，不一定会成真。不会成真，不会成真，不会成真，不会成真。我用这样可以救大伯伯。因为你知道吗？就像那个你跟神明许愿啊，神明也有周休的时候嘛，女神也有啊。我不要听了，我不要听了。你在那边教坏那个来宾，我的天啊！我没教坏他呀，我是在告诉他这样也行。我是个好学姐。你不是、有人可以出来剩一下叶妹吗？没睡觉的。你要他有三个时段啊，现在还不会有啊。你踢逼我？没有没有叶妹，我是想要让
别人帮忙出来，帮忙吃出来生夜妹。我这里有四只，好不好？我在圣诞树上。我这里四只哈基正在射他。是，有烈焰神的位置吗？什么烈焰神？我去地狱，因为等下巧克力不是要凋零？愚人在哪里、啊？因为我在地狱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唱片呢？速度唱片。耶、yeah! oh.。不好意思，我打完了，我也去。被打完了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哇，又被打完了。我也负三啊，负二了。小雨在哪一个的？我在金的还是旧的那一个？哦，好，你等下 TP 我，等一下。你们在等史莱姆吗？对啊，我一直在这边等。Wrong， 我。我还没三天没睡觉、啊，我想要这里站着吗？还是哪里啊？最角角，萤火后面，贴墙壁，最角落那边吗？对、嗯，晚上比较难等啊。贴着边边，怪都剩在外面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辛苦。哎呀，对耶，那个宠物记得要喂饲料哦，有买的话。会死掉吗？会死掉，会饿。哦。哦我刚刚旁边会一直跳出那个耶，它会发出死亡前的。对啊，我刚好像在附近就会跳出来。摸头什么的，你们看着它就可以摸头。哦哦，但是你们看到什么没资讯的话，代表那是你没有宠物这样子。你根本没有，还想玩别人的宠物？你才没有。当然是别人的宠物都最好玩啊。嗯。好。好说话。等一下、哦，没有，你现在飞我会输哦。打鼓励怕。好了，到了。噼啪棒。你们是先跑走了。反正现在晚上嘛，我想说先去做别的事情。好吧，白天再来等好了。那有人要来帮忙生夜妹啊？我也在找夜妹。我来啦，巧克力，你要凋零对不对？放弃了，放弃夜妹了。我在跑酷。在跑哦，在那个、哦，在跑那个。哦，不过你有跑完过吗？对，他们没跑过，他们没跑过，对，没有哎，比哦比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哎呦 ，Fenton Jack 说他那里有 Fenton， 小友这边还有，我来了，你要去第一站，有，你不能穿装啊，你的装有加速，没有吧，我这个没有，好，那我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也不会生夜妹哎、欸，居然白天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快，今天晚上，白天而已。哦，因为我刚刚关麦，有人夜妹吗？真是三只，三哥要被烧死了哦，快哦！对啊，你们要打快去打哦，要打要快哦，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我订两只，还有一只免费了，还有一只啊，还有一只，看谁要打。那我要夜妹皮膜，要修饰吧。皮可以先留着，之后就可以才可以换。那你就杀掉了，没人要吗 ？Checkpoint 有。小雨你好，是不是？还没有。Checkpoint 了，这里 ，Checkpoint 都可以了。有一只，这一只。是。哎呀，这里有生怪砖。来了。我断线了。你怎么了？哦，你怎么断线？跑步跑到一半掉。慢慢，这里。我想说奇怪，我烟火怎么用不掉？哎呦！吓吓死你！哇哇，这是有陷阱，这是有陷阱。我不知道你跑到谁的关卡，那是有人在盖关卡。老师，我让你教啊。第四关后面那里，嗯，然后就摔下去。我想说用飞的就可以缓降，结果就哦，你在哪里啊？你 PP 我 ，PP 我，摔下去了，白痴哦。回家了，回家。哎，我要缴功德金。交学费才能交学费啊！等下你要吃饭，学费才能继续跑啊！对啊，我要付费设施。哇，你怎么又死了？哇，我就下去，我忘记穿教室了。巧克力，我想问，嘿，羊，你的羊，它给鱼道具，它是给什么道具？重置时，哇哦哦哦哦！我并不是哦，不是哦，不是，并不是哦，那个是你捡到的。这个呢，它羊是会随机给矿物，对，这好像就还好了。整个重置给它钻石砖，砖哦，砖哦。请问是不是又是一趴？
没有到银行那么低。那音乐赶快去买一下。你是不是也是垃圾啊？啊？音乐最会抽了。他是不是也会给垃圾？给垃圾不会，他不会给垃圾。那我不知道养获得什么。你刚刚吸到腐肉之类的吗？那小鸡好小只、哇！巧克力，你的羊对我喷爱心呢、欸？他撞我是吗？他是阿呆吗？你好好说话哦。是阿呆，好好讲话哦。我刚刚看到他头上冒爱心，然后就撞我，我以为他是阿呆哎、欸。你才呆。哦，那个啦，巧克力刚刚许的愿望实现了，波波十五次啦。哎、欸，好厉害！好猛啊！好猛哦！而且那两只都灵验哦，被我自己弄死哇！湖中女神灵验哦，会吧？这是湖中女神的愿望许愿嘛？那我要许湖中女神的愿望，酱油的钱都给我之类的。那可能，那这个愿望可能有点难，因为你前面还有个人排队，还有在排队的。你看，他都还没实现。真的，我看到我要再买狐狸哦，可是他好费哦。对，稍微看一下，还有别人打。里面是开怎样的任务啊？我就开血量跟攻击，还有减时间。哦，126颗，标配标配标配哦。这傻子面打进来，所以不能加入他的副本哦，需要一起一起进去。哦，可是是之前有 bug。不门票的没进去，只有后面的偷渡的进去了。哦，你没有放速度的哦。我没有放，没有速度，速度不够快啊。速度不够快有点危险。速度不够快会被暴打，因为你打不到他，他打到。然后你就会死翘翘。打那个臭蜜蜂啊！那蜜蜂一直在发光骚扰你。哎，它是回血小蜜蜂，好不好？哦。突然觉得宠物也可以出一个熊猫，一个蜜蜂，让那个团团跟小雨自己去玩。你把我放在哪里？你把兔子放在哪里？我们把院见过来，过来。兔子要出十只，兔子出十只，十只。每种造型出一只。那你把叶贝放哪里？然后还有个尊爵不凡版兔子，有过来。买了，我有捉兔子，还十只呢。粉兔子、白兔子、黑兔子、蓝兔子，兔子，兔子尊爵不凡，金色版。尊爵不凡，尊爵不凡，我知道是尊爵不凡。哎呦，等一下啦！你刚讲尊爵不凡，我的那个格瑞娜都跳出来了，白痴！那格瑞娜是 Siri， 你刚刚是 Siri 耶？太猛了吧！好可怕哦！他偷听你的语音耶！你提到尊爵不凡吗？你要买吗？我自己跳出来喽！天哪！啊，哪个比较好、啊？我看不到直觉，宠物的小猪好可爱呀！看着他，看着他，他不看着我、欸，看到他，看到他心里发寒，他就会跟你说。对，假的。好了，不要再看了啦！好啦，要跟你说了啦，不要啦！好可爱哦、喔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！哎，找不到他。如果说在残血恢复血量，要怎么对他使用？哦、好痛。说残血，残血就是你血量在剩八颗爱心的时候，就会帮你补血。啊，扣什么？那就进 CD。啊，保证金不会扣东西，不会扣东西。啊，请问这是谁的钱包？啊，我的，抱歉。哎，我找到了，有没有三层？超大，十斤五位。我很诚实哦。绿烟，绿烟，绿烟，绿烟。Yeah。哦，先回。打唱片喽。蜘蛛是不是有点痛啊？蜘蛛一直都是这么痛。刚刚蜘蛛咬我四颗星的，可是僵尸才打我一颗到两颗星呢。因为蜘蛛本身的伤害比较高吧。蜘蛛会跳哦，你要想它可能跳开，它会跳扑啊。它倒计蜘蛛会倒小心哦。对啊。跳扑就一向哎哦。痛哦！我刚打到五张光碟。哦，有没有速度的、啊？哦、有速度的，你速度的话就可以跟你做朋友了哦。好，跟你当朋友一下下。实在太久了，我要走，我要放弃这任务了，太久了。你什么任务？史莱姆啊，有太久了，我要上来。哦、完成！哇，这么多！126。我要接这个任务。八只苦力怕。
有干扰吗？他干扰，看到直接砍掉变七只，有没有超坏？太难过了。啊，这里有人哦！可恶，哪里？我们在刷唱片啊。哦，所以他不可以有人吗？没有，我想说在找地方。你是想在墓园那边找？对啊。啊，那最大干扰就是插一堆火把，插火把咯，哦，他掉光碟了耶，yeah ，哭啊！另外一种干扰就是大家都在那边打光碟，对。哎、欸，我要来看你们的买宠物，可以啊，我要进夫，我要看有没有钱，巧克力要跟吗？这蛮硬的、欸，打副本，蛮硬的、欸。怎么有一只猪？怎么有一只猪？走啊！巧克力的装备要不要先借一套？我借你，我借你我的，我拿一个盾就可以啊，我是鉴定的、欸，哦，你有鉴定盾的哦，哦，真的假的？鉴定的装备、欸，好猛哦，鉴定的。哦，鉴定的盾很强哎、欸，对啊，你知道那边抽奖那个有可以鉴定的盾是几趴一两趴啊？忘记了哦、嗯，没有那个盾，只有装而已。哦，我快死掉了，32个，怎么攻击四倍的、啊？一个加连工作台都没有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凑全奖哇，这弓箭手太多了，200颗买宠物。啊他有点贵，32个砖。他是真的有点贵，32个砖，很贵。我在狐狸跟小鸡之间纠结。小买小选择，买小羊了。小羊是什么效果啊？随机拿道具啊，看会看能不能那个拿到虫子时啊。因为他就准备好了，你要直接穿你那套吗？其实这还好啊，你看强哎、欸，空了，我擦帽子而已啊。现在几倍？我先放吗？你先慢慢看。攻击5倍，血量16倍。我可以躲在后面，可以啊。16，你要抽一卡。好啊。这要多人打这个很可怕哎、欸。没事，全部都速度吗？不是，因为他怪会有血量16倍的倍速成长，有血量16倍。啊，你们先进去啊，你们先进去。好，我们来一团，我要在旁边看戏了。时间这个多了，我们进来，这个多了下去哦。杰克不要怕，杰克下来了，杰克不要怕了，真假的？好啦，我们吃不走，看戏喽。这样也要做什么？先拿掉啊！直接我就不要了啦，那就不要。还有什么？飞100颗而已，那你放吧，你放吧，你放了放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40颗。哦，哎，团我有3张速度观点，你要不要？我把攻击调低一点，攻击调低一点还好。我3张，你有什么？5倍是 SC 的巧克力，嘿，这个给你，给还是借？盐菜汤，啊，被哦，2个汤，汤。那150要吗？这样好啊，还能接受啦。Yeah. 6倍血，3倍攻击，自动的哦。OK OK 吗？走、啊、OK OK。好，那就出发了。Yeah. 开始，我还要出发喽。要出发喽，下去了。啊，酱油你不拿你那个力量的铲子，你拿盾牌干嘛？看。哦、oh, ，对，他忘了，会有个看戏，忘记了，大家都想看戏。刚刚不是很多人，怎么就变这么少人了？欸、太阳下山了，旁边有看戏的。太阳下山了，很多只哦。哦，哎、欸，变少了。啊，你的指挥官哎，哇，哎、欸，好爽，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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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点的。这个好像有点重啊！对哦，现在没卡，哎呀，怪好少啊！不能打了，哇，怪好多，这就是八个啦，这就是八个，这是八个，强烈 bug。想到哪一点的了？哎，你看一下，好，你没有想到这边对哦，真的是没想到这个，还有别的吗？大家很久没有多人一起打这个，对，这确实蛮久的了。后来都单挑有居多了，因为没有速度观点的时候了。没有速度观点，等一下，对啊，蜘蛛是多少血啊？你先不要打蜘蛛，等一下，工友不要跟我说我伤害多少。这样，要不要扣一个时间？扣一下时间。
你觉得呢？宠物要怎么操控它的技能啊？我把我刚打到的吧，它自动触发吧，它自动触发，自动触发哦。嗯，自己会给啊，这都是加额外加而已。用力！哇，小雨那边也太多只僵尸了吧？这僵尸全部都在这边，全部都在砍你，超夸张！我刚砍僵尸砍三下，不小心砍到蜘蛛，然后两只扑过来，笑死，超凶！蜘蛛血超硬的，凶都很硬，都很硬。16倍血啊！杰克，你要变成刺猬了？没事啊，反正我血量很厚，而且小鸡会帮我补。哦。哇！杰克，你的小鸡这么厉害啊！吓我一下！公司啊，那你就是大龙，你快帮忙打，酱油！小雨怎么知道啊？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。好，哭工好了，哭工好了，哭工好了，厉害哦，杰克！厉害厉害哦，我的杰克！哦，杰克！传奇的大老鹰！哦，杰克！哇，酷耶！酷耶、欸！你会不会站太密了？哇哇哇，好密集哇哦！你们快打完了，酱油伤害，酱油跳砍，你不会回到人。好，你砍了几只？我快死了。你不要连我都砍了、啊。我不是不会砍到人吗？跳砍会。会还是会跳砍不会砍够人啊，跳砍不会很少只人，不会砍到人哦，这应该不会砍到人，砍错砍错，砍到杰克了，我很硬我很硬，不会砍到人的，我站起来呀啊，他这样死掉算失败吗？算了，他出去了，算失败，不要冲动，耶，有了，150。啊、修好了，修好 bug 修好了 ，bug 修好了，赚到了。哎、欸，我记得都在你那边吧，你可以放一下。哇，我强绿卷哦，绿卷，冲！我们要放个，你先站近来一点啊，站近来一点，先站近来一点。我你要放个倍数的吗？你要过来看？没有啊，我要看一下速度够不够啊。这样不够哎、欸。嗯、要300多，对、欸、是，对啊，我十金不昧有钱拿吗？没有，没怎么拿，你怎么都是光碟啊？钱，你再塞两张速度试试看啊，一阶的，那你够不够？刚刚是有一个二阶，一个三阶，不是吗？婆婆那边，我都放进去了，对啊，都有哦，我再塞，那再塞，继续塞。Yeah, 2530，尴尬，哎、欸，叶妹哦，哎、欸，有叶妹、欸，那个要叶妹的。好像不行哦，波波，你没有怎么办？你就留着、啊，留着下次啊，留着下次。这等一下、哦、好啊，先把。要不然我们再打一下叶妹，再打一下叶妹。叶妹，哎呦，对，我忘记没屋顶了。对好，我也忘记没屋顶了，快点屋顶了。哦，生命的，哦，酷啊，哦，又一个攻击的，嗯。要掉绿色的，对，哎，没东西，没东西，哦，检查一下，没有，我在研究看宠物哪里它比较快触发它的那个状态，看它的脚趾头就对了，看它脚趾头，什么意思？脚趾头？对，看羊的脚趾头。他就容易触发，他说他现在的状态是怎样？好，我来试试看，再看小鸡的头顶呢。我是 看他不理我，看脚趾头，他不理我，哎、欸，说冲墙绿哦，好啦我冲一冲。臭羊，你稍微离他了两三格，然后看他脚地面冰了。哎、欸，我很好奇、欸，然后补血是会补多少啊？残血补血，补满，直接补满。哇，那小鸡是不是很猛啊？对啊，不是他，而且他有 CD 时间，他有 CD 时间啊。对，你也可以看到，就是你要一直培养感情，培养到五级的时候，五级最快就是10分钟补一次，就给你十分钟补一次。对，对啊，是你的，就是 CP 有点长，之后就没买小鸡了。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第二波，哇，全部都去打下去，好像都是十分钟啊。嗯，短好像都到十分钟。对啊，就只有。他狐狸捡东西不会也有 CD 吧？没有啊，他狐狸没有范围，狐狸没有，狐狸是范围。嗯，哦，速度的耶，酱油是不是都没看？有啊，我有看啊。我现在在纠结的小鸡还是狐狸哦。我就是哎呀，哪里啊？
你想抢人家的东西，你就买狐狸吧。哦，好哎，那我买狐狸。哇塞！哎、欸，对，那你去打 boss 很强哎，狐狸帮你解。知道了吗？对，那我买狐狸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会先把你砍死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哎，那我犹豫狐狸，只是因为它是狐狸，没有任何原因。请问校长会不会有兔子？会，请问会不会有蜜蜂？那我等他了，不管他好还是烂。请问算来不及，我已经领养了。会不会有？我也是领养了，没事没事。阿志，三四五七八有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东西。我刚掉强力卷毛，我拿去冲了，我的武器没有变化，也没有上去，也没有下去。哎、欸，好，就是什么都没有啊。对，然后刚刚我刚刚仔细检查看掷骰结果96撇75。是不是出 bug 了？九六撇七五，九六撇七五没有，那就是你爆掉了、啊，炸掉对不对？对、啊，但是你没有，对，所以你就出啊？那我知道了，你把你那把 Q 出去吧，自主烧掉吧，自主毁灭，自己还要自主毁灭哦！你很诚实，烧掉它吧。你很诚实，他爆掉了，哎、欸，没道理啊。因为他刚刚我要这样去打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要继续打了吗？那我来武器。你很也没有速，没有速度啊，就随便放。团快下来！啊，我有啊，你有啊、哦？史莱姆快下来！哦，好，我先去。好，我到时候再看他哪出问题。OK OK、欸。哎、欸、哎，团，我们这边也没有升了。好，哦，谢谢音乐、哦。你好忙哦。你要缺吗？你要缺吗？没有，刚好没了。哦OK OK OK， 好人一生平安，嘿，好人一生平安，我是两边跑，我是不是该把他拉下啊？哎、欸，不行，哎、欸，他不是平安，欸、我该把他拉下去。一生平安、欸，哎，真的，哎呦，那个狐狸的三个是怎样的三个啊？就是三个啊，就三个啊。就是我这样，什么右边三个，前面三个，左边三个，后面三个，九乘九啦，半径，哦，是半径哦，九乘九，它是半径哦，半径，抱歉，三乘三，我再去打一下那个九乘九超大了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九乘九超大，半径的话是半径是1.5个吧，这样是算6×6啊，对啊，嗯，3×3，1.5。哎，那一等的话一格是什么意思？啊、这样直径不是直径，它是圆形半径哦。哦，圆形半径，所以是我一格，我上面一格，我旁边一格，这样而已。对对对，嗯，对，哦，应该是说它宠物为基准，不是你成长，是宠物为基准。因为狐狸它会自动去捡东西嘛，那它自己走过去那个东西就会直接吸到你身上。哦，哇，都是 S1 的，那个不好，我要打了，突然来不及了。哦，啊，可恶，吃东西。都放 S， 全部都放 S 一，很烦。我之前抓起来的 S 一会死哦、喔、，S 一会死人哦、喔，因为速度太慢。哦，对，速度太快不行。他摸得到你哦、喔，没有，都不要了。还有那个攻击这样很痛，要就超级快。嗯，还有缺页面的吗？哎，我才打两只，但我已经不想打了。过来。哈记得猪猪，我今天挑战过就不能再挑战哦，小心啊！你不会飞，不然那个钻石很快就会爆膨胀了，通货膨胀。对，没塞，没想到偷偷摸摸跟着去。我说你在干嘛？你怎么蹲在那边？你会发现全部人都进去之后，只剩你一个站在原地，被丢下来了。哎，我晚上来是蛮赶的，蜘蛛会打人。嗯，没得干，轻松踩，剩下三分钟喽。这个是节制个性，好，轻松踩，踩轻松，踩轻松。哎，小蜜蜂不要打，不要挡人。哦，小蜜蜂，哎呦呀，我小雨表示 I look， 你们要打小蜜蜂吗？要死了，不是，他修起来了。为什么全部都在打你啊？谁啊你？你要不要抢别人？不不，你现在就是每个都去摸一下，让他不要打到他。过去摸，不用怕，你先硬。对，我一点都不硬。抱歉，抱歉。哈，那你软？哇，那你怎么那么软？哎呦，不硬，哎呦，感觉，哎呦，还有哭工，要不要哭工？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其实在想、欸，
河豚可不可以养？养河豚，你在后面跳来跳去啊？膨胀的还是膨胀的比较可爱啊？膨胀的很可爱、啊，可是它比较毒人。它会毒人哦，如果做成宠物的话，对，就会毒。那这样是攻击型的耶，攻击型，攻击型，不要靠近我。哎、欸，每天早上这样，这样每次集合的时候，大家都被毒。我这小次郎啊，有就会毒了。小次郎、啊，你帮我集这个，看你的运气。啊啊！没有，他自己要看巧克力，你要让他去冲装吧。等下都去冲装，对啊，确定是不是？对，确定。冲装，冲装才是真的看运气啊！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再洗变烂了。哎呀！哦，四条攻击哦！好扯哦！武器好看，四条攻击的攻哎！我靠！哇塞！你下次要帮我抽个超级系哦！好猛哦！四条攻击，他基础加1.8攻击耶！哇！好猛！这个好爽，这个好爽，这个爽，这个爽，爽到了！好扯！我都让他进爽了。对啊，哇塞，太扯了！哎呀，哎，跟你讲，巧那个什么，哈记该让他冲装了，有没有？该让巧克力冲装了，对对对，冲装了，没运的，没运的，没运的，哎，该冲了，该冲了，你们又来喽！血还剩多少啊？你看得到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啊！我烧起来，你要烧起来了。好了，我用砍刀了。哦，说好吧，我哎，上面有唱片。你不是封历史吗，大哥？我没有啊，谁跟你封历史啊？封历史是那个繁星哥他自己。是，我是强历史啊！哎呀，我赶快好了，我准备你封历史，封太久了。哎，十点了，准备好了。哎，听众彩，听众彩，听众彩，嚯，剩最后一只，我看了，嚯嚯，这一只好久，直接开奖了，下面不等了，不等了，不等了，嘿嘿。想学金九，哦，忘记我是，我也忘记我是几了，没差。哇，这次好多，金子应该会中啦，嗯，应该会中啦，12、15、12、15。我是几号啊？大钻特钻，我中了，我中了，你是谁？24号，加油！哇，又是加油！拿下，我放下垃圾。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吧！酱油超多，太放大垃圾，我等下再把它带走。来了，隔壁有工作台啊，去合一合啦。对啊，旁边这里就有工作台。那我四个女友啊，容易中哎。啊，太夸张，太难过了。下次我要买那个四根酒了。干嘛啦？抢我的酒干嘛啦？没有，我买四，我不要跟你抢酒。你知道我会买这只，那是因为我大家都选完了，我没东西选。对对对，所以这次下次要全胜的，全胜的，不能太早买，太早买了，全胜的才对哦。剩下来的最强，酱油不给红包哦。对啊，酱油，我刀子架在你脖子上，你要给多少？超凶！我推光你的湖中女神哎，酱油。好，那挺有道理的。我看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但是你们还是没有红包这样子。好，我推广然后给你。那你们可以去帮我许个愿吗？哈？你说拿你的钱去帮你许愿这样子吗？什么鬼啦？我想一下啊、哦。哦，你想，我都是羊跟鸡呀、啊。9×3=27。现在下课钟声了。下课钟了啦，没人坐在这边嘞。老师，来，大家都跑在外面。回来了。等红包，上课了，点名人都没到啊。等红包。有人到了。我就把泥土放在这抽奖笔啊。我们有1、2、3、4。他还在分红包在上面。不要分了，走。我不能拖延大家的下课时间。你怎么死掉了？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想找一颗钻石了？你要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有同学坐着从椅子上摔下来就不见了。对啊，在这儿坐着摇椅啊，跌倒了。在这儿脚椅啊，磨到啊。三小，你是坐着脚椅啊？
你是两脚已跌倒了，不要做两脚很危险啊！我突然就死掉了、欸，发生什么事？我的牌，我的牌。这是我奇怪离奇事件。哎、欸，我的盾牌跑上去了，白痴哦！我刚也是啊。要送我、哦，谢谢啦。傻眼，那还拿不下来，拿不下来，这拿不下来的，那等我一下啊、哦。那个晚一点，晚一点。哎，好，等下再帮你那个啦。好，等下再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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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耶、yeah.。好啦，今天的轻松生轻松高秀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，今天大家玩得开心吗？ Yeah, 开心。那么期待下次的活动，下课。好、o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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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打球喽！打我！干嘛？这跑去哪里啦？这盾呢、啊？哦。好啦，因为本来有跟蓝蓝约啦，但蓝蓝他要去吃饭，对，又没办法跟我开台了，就这样啦。哇，我觉得这应该有点难剪呢，因为光阿旺的那个谜语就猜了快半分钟，半小时啊，可能一集两集吧，要音信两集这样子啊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。那待会再稍微开一下下就好，嗯，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啦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好，加开加开，没有开一下下而已啦，没有要一直开完啦。嗯。小嗯生存游戏，哎呦哇，赤裸裸的，还有棉被勒，棉被把、啊、这个不要了啦、啊、这个也不要了啦，这个大概打到十点半或十一点吧，对啊，所以现在是加班吗？加一下下。游戏其实有点稍微靠赛、欸，看云也在开了，完美劈砍，还好，不错，我想云他们哦、喔。嘻嘻嘻嘻，杜兰，这个还蛮喜欢的。暴击可以，再一个，咻！我很担心说啊，今天会不会就是任务都玩不了了，还是什么之类的？隐星其实真的蛮好玩的、啊，因为我没隐星过啊，所以我那时候是刚好看到老G有说什么啊，隐星跳火圈吗？什么之类的哦，跳火圈可以。
对啊，因为那时候刚好有老居看到，然后那时候我有想过，我、哦、靠，这很，这其实很棒，可是哦，不行，你没有说过跳火圈，那谁说跳火圈的啊？糟了，那时候一看到说什么迎新晚会，然后就看到聊天室，我记得是老 G 啊，那时候说，哎、欸，跳火圈，那不迎新，那跳火圈吧，我就想到这个。那再来又想过也是睡大石，我有讲到很多啦，反正他们就是要怕撞到。你要集训休息，好，拜拜。那其实也感谢那些有抖内超级留言的啦，真的没办法在轻松生存或是一些跟人家一起玩的时候关个麦，感谢。看出来那时候很想关麦，但是有人讲话就对啊，没办法关，真的没办法。我怎么这么穷？怎么买不起？我天！
哭啊！没有好东西怎么打、啊？嗯。哇，无伤没啦！无伤有成就说。打赢过一次，没事啊，我后面打赢过很多次。那时候蓝蓝跟我说他有无伤过，我想说无伤，然后他说他有解到成就。很简单，我今天差点无伤，可是就是差一点而已啊，想再多也没有用，我就是差一点点力量 ，OK， 要看好的角色跟好的道具啦，不然什么都没用啊。等一下啊、哦！欸，换造型了，没有升级。那怎么又是你？
买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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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穷哦。这个可以，他是升级然后刷同样的关卡吗？不是，他会一直往下刷，然后这个门都不一样，那个这个就是打冒险家的门。现在就是要100个了，可是我没有。然后另外一只也是100个，我记得，对吧？啊，不够。看，这个就是钱的门，然后这是骨头的门。
啊！现在才给我这个，好啦，到这边。哦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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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没有钱，得关。嗯。手好酸哦！那这个 NPC 是给骨头，100哦，碎啦！如果打过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超进化了。啊！打完喽！那这只我还是没有把握可以吃过啦，因为第一次拿素金打这关。
啊靠！哭啊！也有滴血，然后这次打太慢了，在冒手汗啊，擦个手汗。我那时候懒懒跟我讲说，赶快把那个重生点起来，那至少多一条命可以打，不然每次打都快残血的时候死掉。啊，不广告。就这样，那我们就可以升级大树人。攻击敌人造成伤害时，听不懂。走。那这关就难度难很多，超难，世界难。在一个测试有看到我妈 Q 的，有，感谢欧弟，欧富宝还好啦，是那个是绿界才是有时候怪怪的。
然后都用欧付宝，好哦。哇！iPhone 没办法超级留言，好好的，感谢你的超级留言，要感谢你的抖内。啊，哎，我的天哪，死定了！啊，死了！嗯，一局这样死掉，就三十分钟过了。
欸，对啊，那个 iPhone 之前不知道什么鬼设定，全比那些还要贵，是吗？加血量加 CD， 精髓。刚没有沼泽哦，有哎、哎，懒懒，安安。啥子？怕你没戴耳机，我用打的。哎，懒懒出现了，快！各位睡着的，等懒懒的，赶快！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基友怪出现了。没有，他在外面呢、啊，他现在还没有空回来。对啊，是教我玩这款游戏的懒懒。
我有没有很棒？你看我都猜到了。兰兰真的很辛苦啊！阿干。兰兰，你出现就出心脏了哎、欸！哇哇，你一来就有。我起飞啦，兰兰，虽然听不到。起飞！刚刚那个东西是蓝蓝子跟我说，哎、欸，教主说哈，你遇到这个一定要买，他是讲一定哦。很棒，很棒，但是我没有钱买东西呀、啊，没有钱啦。看呀，还没准备好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而且昨天，应该说今天早上我看他玩一个关卡，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。我是说，哎、欸，我没看过这一关呢。然后他觉得我在唬他。然后就跟他讲说，哎、欸，你给我看完那关之后，我就有这一关了，哎。你是幸运女神吧？那样子。好玩哦，好玩，一起玩。嗯，下面是有补刀啊。好，一起玩，好，一直玩，好，自己吃。
我打不到、哦。哎、欸，哭啊！嘿，哎呀，算了，互伤了，被摸到了，贪心了，哭啊，哭啊！在贪呐、啊，是哭哦！你给我玩，你给我玩，移动速度增加，引起风，风，啊呜！好，打完了，播广告。问一下哦，嗯，体力够的话，我可以。哦，哭啊！差三十个哦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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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五个。那、啊、女仆真的很烂呢、欸。等一下、哦。我的 OBS， 我的聊天室，我的 OK， 万事戒备。无死啊你！
Oh yeah！ 为什么会开心？因为我的沼泽地在两等，50%的伤害。嗨。靠腰。电脑快爆了，也真的是要打恭喜你，恭喜你呀、啊！大家恭喜他，他电脑快爆了，恭喜起来放。那么还好哎、欸，这个啦。我估计他等一下要打哭啊。你看，打哭哦，小林，你真的是让我失望哎，太好懂了吧？那就跟 Bobo 他们一样啊，啊，太好懂哦，无形亡灵。嗯，我记得这只还蛮好打的。好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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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红。哦。啊哭吧！你变难懂一点。好哦，
靠，怎么是这关？下去了。百块 ，Go！ 我连吃的都吃不起。吃的特别嘉宾是谁？巧克力哦。改一下标题好了。编辑。十点后骷髅。骷髅。道具可以分解哪些钱钱吧？没有那个天赋要点到，你天赋没点到，你也拿不到钱啊。补啊，补屁血啊！半鞋啊，哎，他怎么突然喊？干嘛？
哇！哎呀，在抓痒，白痴哦！不要过来，离我远一点。啊，看，哦，是呀。哇哈！为啥不用无敌躲技能？我烂啊！我就烂！我有躲啊，很想躲啊！我是新手呢。体力上限，发射四个。啦啦啦啦啦！这种移动。广告。啊，我就很烂呗。你说无敌躲技能是什么？位移吗？安安，晚上好。二技不是可以无敌两秒吗？啊，对啊，可是无敌两秒，我可以利用这两秒时间输出它，我就贪心啊。
不用打、啊。哦，要打。我看。你看啊，我只有舍弃啊，舍弃按下去没有钱啊，因为我天赋没有点到啊。是啊，就很像是人家在变身，你不去打他，然后等他放完招这样子，就嗯，啊他都在变身，你为什么不一拳扒过去一样啊？好呀，这一趴哦，哪个换掉嘞？心脏要领。安安昨天成为教主，成为岛主，开始还款，佛系悠闲玩，精神时空，对吧、啊？慢慢玩，不要玩太快，玩太快游戏一下就不好了。跟你说发生什么事情，我死掉了，这是我第二条命。我死掉，哇哦！选这个吧，在空中有多跳跃一次。哇哦，飞翔跟四股反攻。嗯，这个吧。
这种游戏跟喜欢七八好像，这个叫……好呀，看一下哦。这款叫 SKU， 你搜寻就有了。啊，没办法，一百个。没钱啊，妈的！我是不是快死去了？快死了！哎靠呀！要啦！
早点睡啊。等这个打完吧，因为兰兰，黑色的房间，我的一条命已经用光了，我没来过这儿哎、欸，这儿怎么打？啊，不是狗狗吧？我好像印象了哎、欸。那这场打完哦，这场死完哦，干嘛又不要跟你打？啊！啊，我好酸啊！好了，你看打到第三关这边就40分钟。啊，不了，感觉应该是没第二阶段了、啊。这个啊，就这个东西，你分解那个卷轴或精华才会有获得钱啊。啊，我没有点就没有钱啊。加个点这个好了，3000。好，要收集了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不用结尾了，今天没有什么好剪的。啊，各位早点休息喽，播个广告，那我们就。啊！等萧远达说吃到广告了，我们在观台。啊！感谢老居，感谢洛燕，感谢思玉光，应该说拜拜，老居拜拜，洛燕拜拜，明拜拜，恒影拜拜。哎、欸，萧远不在哦，萧远去睡了，这样。白痴哦，林正哲晚安，正哲拜拜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八八八八。不然再下去我轻松撑成影片不好剪，太长了。